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不同的思想，这个思想从哪里来？从傅熹氏来。傅熹氏他画八卦，就一直影响了我们中国人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中国人是易经的民族。当然，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对易经有误解。那个没有关系，因为只要时间慢慢的过去啊，大家自然会澄清。易经，它的思想是人本位，跟西方的神本位，它是分开的，是不一样的走法。所以同样讲管理，西方的管理，它还是离不开神本位。而我们中国式管理，就是人本位，以人为本。你只要从《易经》的道理来看我们中国人的一言一行，你都会觉得我们非常有道理。可惜近几百年来，尤其是知识分子，他经常是用西方的观点，用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人的一切一切，所以他看来中国人是乱七八糟的。更有趣的，就是五四运动以后，我们很盲目的把我们的缺点去跟西方的优点去对比，那当然中国人更糟糕。全世界，他如果要比较的话，他应该有一个比较持平的标准，而不是说拿自己的缺点去跟人家的优点比。你怎么比？比到最后，我们民族完全没有自信心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中国式管理里面最重要的部分，叫做人际关系。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，中国人没有西方那一种人际关系，没有。因为西方的人际关系，它是平等的，人与人是平等的。中国人基本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。人与人平等就叫做没大没小，而中国人最讨厌的就是没大没小。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很容易发现，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看书，但是越看自己越倒霉，就是因为你看的都是西方的书。西方的技术是可以学的，因为科学没有国界，西方的物理学、化学、数学，甚至于科学技术，你都可以看，都可以学。可是，跟文化有关的东西，你就要非常小心，否则你很容易就掉到里面去，然后你就跟中国人越来越大的距离，而吃亏的是自己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人际关系，反而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西方的人际关系跟我们中国的人际关系做一个对比，然后大家就很清楚。我们第一个要提出来的，就是他们是神本位。为什么他们是神本位？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是高高在上的，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。我们没有。你看傅熹氏，他一开始就把我们走进人是宇宙之间最了不起的，不是神，是人。你为什么要一定要把一个神弄在你上面当你的主宰？为什么？当西方人解释一切问题的时候，他都离不开神。中国人没有。你看我们没有宗教，我们有什么宗教？所有宗教都是外来的，
中国人不需要宗教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人本位，我们只有崇拜自己的祖先，叫做祖宗崇拜，我们从来没有去拜什么别的神。哎，你说很多人在拜啊，那你要小心了，我们是礼神礼佛，我们不是拜神不是拜佛，就是看到神跟他打个招呼，你好我好，如此而已。人本身就是主宰，如果你跟西方人讲我就是上帝，他一定觉得你疯狂。中文我就是上帝啊，我就是耶稣啊，我就是释迦牟尼啊，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。其实真正了解宗教人，他是知道中文这个讲法才是对的，人人都是佛，人人都是上帝，人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宰，不需要再有别人来做我们的主宰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思想，还有我们人与人的关系，我们是在神的管辖之外的。那神本位，它必然的就会走上个人主义。所以西方人他是个人做单位，所以你看西方人讲话经常讲这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中国人我劝你最好不要这样讲，因为你讲这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人家就开始不听了，你算老几，你有什么意见？西方人不是，西方人我个人的意见是表示我负责，那你如果说我负责，那你更惨了，人家就怀疑你能负什么责，到时候你还不是逃掉，你负什么责？所以很多人现在不知不觉讲出很多西方的话，吃亏的是谁？就是你自己。我们是家庭本位，你看一个西方人出来我们只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一个中国的小孩出来我们很少叫他，问他叫什么名字，叫什么名字又怎么样，我们会问他是谁家的小孩，中文厉害就是谁家小孩，我们是根据他爸爸来看他的地位，不是根据这个人，这个人就小孩怎么了不起的。所以大家要觉悟，西方人一个人走出来他是代表他个人，中国人一个人走出来你是代表整个的家庭，这是非常不同的地方。基本上我们一个人就代表整个的家庭而不是个人，因为西方人是上帝的，因为西方人是个人的，所以他的人际关系是平等的。你看儿子可以叫爸爸名字，可以，因为你也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也是上帝的子民，我跟你平等，我就叫你名字吧。各位试试看，今天晚上回去叫你爸爸名字试试看，看你多现代化，看你怎么样去学西方，就这一关你就过不了了。中国人不相信西方那种说法，说人是生而平等的，我们相信自己的人一出生就不平等，我们比较实际，人没有生以前他是平等的，人死了以后也是平等的，你只要活着你就不平等。我不想你接受哪一种主张，我不知道。那你说中国人是不平等的了，那又不对的，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有这种想法的人。叫做合理的不平等。
你看你不平等到太不合理的时候，我们就反抗了。我们都很能接受那种合理的不公平，我们会接受。你过分的不公平，我们就不接受；完全公平，我们是完全不相信的。你相信公平吗？我问你，怎么公平法？资源很有限，机会不够。你讲公平，那完全是骗人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也很小心，我们今天所有的观念，其实我们都很盲目的去接受西方的看法，这对人类是个很大的损失。因为西方人他很盲目的接受神的指示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我们是伦理。伦理是什么？就是人与人之间它是相当的不平等，才叫伦理。要不然什么叫伦理呢？他是你爸爸就永远是你爸爸，你永远讲不过他。他是你的上司，他永远是你的上司，你就讲不过他。然后你骗自己说我跟你是平等的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没有必要。我们的人际关系啊，对上对下是不同的，不像他们通通是一样的。你对你的部属敢讲的话，你敢跟你的上司去讲吗？你敢吗？不要骗人嘛。你看同样一件事情，我们对部属讲是一套，对上面讲又是一套，这个就叫伦理，不能成叫伦理。西方人有人际关系，中国人有人伦关系，我们没有人际关系。我们今天讲人际关系是很勉强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哎，要有人际关系，要人际关系，人际关系加上伦理以后，它就变成人伦关系，它就没有什么人际关系。你看两个人中文在讲话，只要有第三者插进来，我们就会调整，我们很快就会调整，不调整都倒霉。所以为什么中国那个警觉性很高，随时都在变动，还要加上装的好像没有变一样，这是全世界找不到我们这样的人了，找不到。竭尽全力推动中国企业员工的职业化，全力以赴促进中国企业管理的规范化，时代光华。西方人因为他是神本位，所以人与人之间只讲权利义务，我们现在开口都讲权利义务，其实上谁在讲权利义务？爸爸跟儿子讲什么权利义务？西方人是讲权利义务的，你十八岁以前我养你，十八岁以后你靠自己。中文谁会？那种父母就叫做狠心的父母。西方人，我给你权利义务，你做得好我就留你，做不好走。你做得到吗？我们中国人很奇怪，都希望别人是这样做，自己不要这样做。你看我们讲别人不好，不好叫他走，怕什么？走，不用怕他，轮到你，等等再说，再考虑考虑。中国人对自己跟对别人他是双重标准，我们看别人事情怕什么？不用怕，轮到自己不行，要小心一点，要特别小心。中国人他不是不好，他只是很特别。我希望各位在了解中国人的时候，最要紧的就是不要骗自己。我们中国人是讲彼此对待，
你对我好，我没有理由对你不好；你对我不好，我不会对你好。这个跟权利义务什么关系？这个跟权利义务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西方人，你是我的上司，我就按照规定要向你报告。中国人，你是我的上司，我不认为你是我上司的时候，我就不跟你报告。你强迫要报告，我就乱讲一通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没有什么权利义务，没有。我讲到这里，各位应该很清楚啊。我们现在实在是很为难。你看，大部分的书都是写西方的东西，讲的甚至于传播，几乎都在讲西方的东西。但是我们心里头想的还是中国人那一套，我们所做的还是中国人那一套，太伤脑筋了。西方人，他一切明文规定，他是法律性的。它是法律性，我们大陆的留学生到了美国以后，因为又要读书啊，又要照顾小孩，有小孩很小啊，实在忙不过来，所以晚上跟小孩洗澡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小孩砰一下掉到浴缸里面去，那是很常见的事情，然后赶快把他抱起来。可是那个淤青它永远存在，第二天抱出去的时候，带出去的时候，左右邻居看到他马上就告，说你虐待小孩，然后他们就来调查，一看有淤青，然后就开始隔离，把你小孩送给别人去养，不许你养。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，因为这在我们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，它一切依法。西方的法律规定很清楚，而且执行很严格，完全没有人情可言。中国就算有法律，它是蛮有弹性的，西方那个是没有弹性，就是弹性，法律不应该有弹性，但是我们没有弹性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执行。所以养成中国人很喜欢讲理由，碰到事情讲一大堆理由，然后对方听听听就觉得你也有道理，然后就扯扯扯扯扯扯扯，那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小到最后不晓得怎么办才好。我们不是法律性的民族，我们不是。孔子自古以来没有说过，你看佛教有戒律，孔子从来没有这个字，没有。我们只有典范，你拿谁做典范？没有戒律，中国没有戒律，什么戒律？我们是道德性，你看现在胡锦涛主席的巴龙巴鲁，他是道德劝说，他没有立法变成法律，他没有。我问你，公司都有规定，都有法，都有制度，哪位告诉我你敢依照公司制度彻底去执行，请举手。那你就是骗自己。我们规定得很清楚，不敢执行，也执行不了，完全去执行不是好的管理，因为离心离德，众叛亲离。我们这个道德性是什么？是看不见的约束力。西方人完全是看得见的约束力，我们是看不见的约束力。所以做一个中国人，如果不相信良心道德的话，那我看
你自己去想办法。我说得很清楚啊，凡是有形的东西对中国人迟早都变成形式化的东西，我们是靠无形的东西在彼此约束，约束自己，约束别人，然后找到一条我们互动的路子，这很奇怪的，非常奇怪。西方人对人跟对动物一样，因为他认为人就是动物，整部的人类学旨在证明人没有什么稀奇，人就是动物，所以他们人与人之间，他们只是好奇。所以他们男女可以很快就同居，很快就发生性关系，他们挺了个大肚子结婚也不会觉得丢脸。中国行吗？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好奇，没什么好好奇的，我们是关怀。人与人之间如果不能关怀，那产生什么关系又怎么样？西方人很有礼貌 ，Hello, Hi, Good morning， 他一点不关心你。中国人没有礼貌，很关心你，你嘴巴怎么破了？外国人从来没有看到你嘴巴破了，火气大是不是？然后二话不说，把他要给你吃。外国人可以这样吗？绝对不可以。那让外国人。老人家你去碰他，他很不高兴的，他要下台阶你去扶他，他非常不高兴，他认为你看不起他嘛。我有能力处理，你少操心。中国人不会啊，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他这个民族性不同，就是不同嘛。他们只是好奇，他一定不关心你。中国人不好奇，但他很关心你，因此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叫做距离。他们相当的距离性，所以你看现在啊，我们动不动这样讲，哎呀，我跟我儿子有代沟啊，你有什么代沟？是你自己造成的代沟。中国人有什么代沟？中国人从来没有代沟，只有西方人才有代沟。你跟任何人一保持距离，他就跟你有距离了。他中国人根本就是亲密性。因为中国人他是由疏慢慢慢慢近，由不认识然后慢慢慢慢了解，他一定有一个过程嘛。你不相信人家，你就没办法做事情，你跟他不有进一步的亲密的了解，你就不敢相信他。外国人我敢相信你，因为有法律的保障。中国我相信你，我倒霉告也没有用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去告吧，他巴不得你告了。我们一定要保持亲密，你才敢相信他。所以你看中国人可以问啊，你几年生的？你敢问外国人几年生呢？你敢问吗？你哪个月出世的？我跟你一样，那你是几号生日的？你怎么可以这样问呢？中国人怎么不可以问呢？西方人是不能问的了。所以很多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常常讲中国人讲厉害，其实错了，中国人不讲厉害的，
西方人才讲厉害。你看西方国与国完全讲厉害，没有什么道义可言，公司与公司利害关系，个人与个人利害关系。中国人真正了解中国人，是我们很势利，我们不讲厉害。什么叫厉害？就是说这个人搞不好就叫他走，那就叫厉害关系。中国人这个人搞不好是搞不好，但是他后面有背景，我得罪他他会找我，我不是喜欢他，我是看到他不感动他，这不是势力是什么？他一旦完了我先干掉他，我还跟你客气。所以中国那个厉害它是相当复杂的，它不是那么单纯的，西方人是很单纯的。总结起来，西方的人际关系相对的单纯，我们的人际关系相当的复杂，一不小心就出差错。汇聚一流专家名师，聚焦前沿管理热点，时代光华多媒体课程包，传授优秀管理思想，讲授先进管理方法，教授实用职业技能，让你自主自助便捷的学习，实现高效实用轻松的培训，让个人和企业迅速提升竞争力。时代光华多媒体课程。